大家好，我是巴哈姆特的编辑犬拓。这次巴哈姆特受到 Square Enix 邀请前往日本实际试玩最新的 FF16。 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是提供媒体体验的特别版本，可能与最终版本不同，请特别留意。因为以下有重大剧透的关系，建议大家先看过前一支解说影片，并且做好心理准备再往下看哦。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片段是媒体特别体验版破关之后可以解锁的追加隐藏关卡问号问号问号，也就是暴风眼。先简单解释一下前情提要，主角克莱夫在失去挚爱的弟弟后，一路追查引发惨剧的神秘召唤兽黑色伊芙利特，终于呢，他遇到了疑似火之显化者的人物。在这支影片中，我们会先跟加罗罗对战，影片的后半部分会有剧情上的超展开，并且见识到召唤兽对上召唤兽的超魄力激烈冲突。制作人吉田直树说，这款游戏想要带给玩家的是云霄飞车般的体验，将透过以下的战斗场面一览无遗。那么话不多说，就让大家亲眼见证吧。
的。
control it, Clive! It is you, isn't it, Clive?Stop!